我感觉里面更适合他们，场地大了，视野比较广。没事，人看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得人看着呢，不看不行。照着阳光下来更漂亮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把外面的狗狗全部放进来了。大狗在外面，因为有小狗，有些大狗会咬小狗，吃东西的时候会